六十后退休生活 MV 话，我哋今日咧又过嚟阳明广场咧食我哋嘅晚餐，今餐真系好抵好抵啊！嗱，如果我上次介绍大家食嗰个自助餐，你唔啱食嘅话咧，烧烤又啱你，韩食又啱你嘅咧，咁你可以嚟试下呢一间，佢咧就叫做入伙韩国烧烤，成个珠海咧都有好多嘅分店。咁呢一间咧就我谂开咗一年到啦，之前我哋去第二区度食嘅吓，我哋今日咧。埋單咧係超低價，因為咧逢係七號啦、十七號啦同埋廿七號咧，佢哋係有七折嘅。呢一间入伙韩国烧烤是位于香洲区阳明广场二期的六楼。呢间店铺虽然有很多台，但是夜晚黑七点后钟就很多人都是要排队的。所以呢在店门口就去放了很多的零食，给等位的客人自己拿来吃。另外还有一部自助雪糕机是给客人免费享用的。他们每逢七号、十七号、廿七号都会有七折的优惠。在美团呢也有不同的团购，还有可以买95元代100元的代金券。我们通常会在上市日子先去店里找食，因为花算很多嘛。我们今天呢就见到刚刚好是十七号，就未到五点钟我们就去吃晚餐了。他们烤肉的价钱平均是30至40元一份，非常实惠啊。因为时间很早又不是太肚饿呢，所以我们只是点了两款的烧烤肉啫。明洞精选牛肉组合共有三款的牛肉，有牛五花、安格斯牛胸和牛排肉。另外再点一个入伙金牌泡菜五花腩和一碟辣凤爪。这里的烧烤呢就用炭火烧的，每一台呢都会配备有一份的生菜。这里有饮品柜，咁你看翻啲价钱啦，自己拿啦。啊，譬如呢啲饮品就8元一罐咯。下边雪冰就6元咯。咁佢呢度有另外一个柜咧，有一啲酱料可以俾你自己去滗。以前咧就佢攞过嚟嘅，但系咧而家咧就等你自己滗，应该系人手唔够。慳啲咧就排隊排好耐噶。我哋而家咧五点钟嚟食，所以咧就冇乜人。我咧就攞咗一大兜泡菜，呢个系我最中意食嘅。佢咧可以选择啦，俾佢帮我哋去烤嘅。咁我哋而家懒鬼啦，咪佢帮我哋烤啦。服务员好快手咧，就将牛五花肉同埋牛胸肉放喺铁丝网上面烧，因为系牛肉啊，所以好快就已经烧熟啦。佢将肉块剪细之后放喺碟上面俾我哋慢慢食，之后咧就开始烧牛排肉。我喜欢咧将啲肉包喺生菜里面，然后再加辣椒酱、泡菜同埋萝卜片一齐食，因为有泡菜嘅酸酸甜甜啊，可以解肉嘅肥腻。我覺得呢個食法咧，我會食得特別多噶。喺頭先咧，同我哋烤曬嗰啲牛啦，烤完之後咧，我哋換一個盤。啊，呢、這個咧就我哋包豬嘅。呢一個鳳爪，兩隻只，咁咧就我哋烤嘅，但係咧佢咧辣得好好味嘅，因為要叫碗飯。都有啲汁。碌佢啲汁係超正啊！嗯。係咯，然後又係加啲泡菜。總之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肉，吃下去呢我覺得它又不硬，又有牛肉味，那我就算了。 OK 的，如果你很要求吃一些很漂亮的牛，這一間未必適合，但你要經濟實惠好味，我覺得這個就是超值的。尤其是呢，如果你是在每個月的7號、17號、27號過來，它是有七折，我們其實叫到兩份加這個紅豆，看看我們這個叫什麼。吃完牛肉开始烤五花腩，佢咧就将泡菜放喺五花腩上面。咁咧生菜咧，佢本配一份俾你嘅。如果咧唔够咧，可以买多份三文鸡。辣凤爪配一个白饭，呢个系绝配嚟噶，我觉得。但我觉得啫。五花腩咧又烧到差唔多熟啦，服务员咧就将佢剪成小块。我咧就开始食我嘅辣凤爪饭啦。因为我觉得佢个辣汁咧系超好味，但系呢度饭太多啦。我净系依兜汁咧，我都可以送晒啲碗饭嘅，有啲辣，超市嘅。下次问下你有冇汁啊？凤爪又好味。请别吵了，还需要加肉的。好、
咁都好點出嚟。好的。呢个是一个很罪恶的五花肉，但是呢又真的很好吃。腌肉饭菜里面加泡菜加腌酸萝卜，超正。泡菜酸萝卜。我们今天点了两份烧烤，总共四款的烤肉，一份辣凤爪，七折之后埋单就118.2元，是不是很划算呢？上到来这里是阳明广场的六楼啊，有茶餐厅啦，前面又有春饼啦，有客家菜啦有很多不同的食物，所以呢如果你过到来呢，仅有一款啱你的，这一个呢吃西域的牛肉面，吃新疆嘢的，有套餐啊，咁样呢个米线都好吃的，江鱼鱼嗰鲜菜鱼我未吃过，因为呢度实在是太多嘢食啦。喺阳明广场咧，后边嗰条街咧都有好多嘢食嘅。嗱，客家菜我就系啦，小荣大盛呢个茶餐厅都好 OK 嘅吓，但系咧阿仔话翻上嚟又食茶餐厅唔好啦，咁我 OK 咁，但系有时咧下午茶我哋都会试下嘅，越南菜啊，系啦，试过一次啊！呢一个春饼咁啊，其实都 OK 嘅，但系阿先生唔中意，佢话整两块咁嘅春饼咧就噏饱咗佢，所以佢唔中意。上面七楼个jack jack 煲嘅嗰个都 OK 嘅。八楼咧就是海底捞火锅，海底捞对面就是富林皇宫酒楼，饮早茶还可以啦。好，落到嚟四楼呢度咧，又有一间后厨，佢系食顺德菜嘅，咁啊价钱都唔贵嘅，碟口细啲咯。但是都 OK 的。落到嚟三楼呢你话我有时间多喎，想睇场戏都得，因为呢一度呢就有 IMAX 嘅电影院。我哋一路望落去呢，呢度有条通道㗎。过去呢就係、第一期，呢、这个第二期嗰度呢就係、是、吉之岛。咁又有超市啦，又有卖啲床上用品啊、衫啊，嗱而家见到係卖玩具㗎啦，係。咁啊，再落去下面 B1 咧，其實有好多食肆嘅，譬如有 Pizza Hut 啦，即係都有另外一間茶餐廳啦。有興趣過開嚟依邊行街嘅，你可以過嚟呢個陽明廣場度行，因為咧佢成個 building 咧，佢賣嘅嘢咧，佢唔係好似其他有啲大商場咁，全部都係啲咩名牌手袋啊、鞋啊嗰啲咁，而係真係係好生活化嘅嘢咯。咁啊落到嚟呢度咧，就有一個係華為嘅陳列室，咁佢都擺咗架車喺度。據聞呢架車係好搶手嘅喎。我哋而家由陽明廣場二期側門出去，對面咧就係一期。一楼商店咧都系卖衣服啦，二四楼咧就系吉之岛，转右行出去嘅咧就系翠海路，有好多食肆噶。而家翻嚟大陆，佢哋好中意话嚟呢个咧水份咖啡饮饮咖啡，因为佢有一只系话加咗酱香味嘅咖啡。咁啊出到嚟呢一条后街咧，又有好多一辣嘅食肆。我叔仔阿六叔咧，佢嚟到，佢话咧喺呢度一个月咧，你都未食得匀呢度所有嘅铺头啊！嗱，呢度一路行过去，一辣呢度都有嘢食嘅，系啦，呢边又系有食嘢食嘅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去剪头发，就喺前边啫。哎，老公，拜拜。好，今日介绍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条片，请俾个 like 我，同埋分享出去啊！未订阅，快啲揿订阅掣啦！好，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